耶，揾個地方落腳先。聽講好多 backpacker 咧嚟到新加坡都會住呢一間 hostel 嘅，應該冇死啦。 Come to Betel. May I check in or upstairs? Yes, upstairs to the right. Thank you. Backpacker 呢一种旅游方式嘅好处系够机动，将所有嘢劈入袋，孭上身上就行得。所以我成日建议我啲背囊友朋友唔好住死一间 hostel， 两日转一次就最好。咁样你就可以见识多啲，了解当地文化深啲，同埋海外朋友识多啲。以小得到最多，咪就系背囊友嘅旅游心态咯。 咦，我知道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房嘅喎，你可以带我去看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啦。哦，这个房间呢，其实可以睡上四个人，双人的费用是一晚60新币。那如果我一个人要付整个房间的，其实也是60，那算吧，看另外一家。可以。 我们另外一间房间呢是女生房，可能是比较适合一点。这个房间呢可以睡上8个人，只是单单给女生。这里的收费呢是一晚25新币，都唔错，但系 over budget 啊 ，sorry。 我们还有多一个房间，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。哇。 这个睡房呢，我看会比较适合你。这个是在我们的店铺的顶层，这里其实有16个床位，所以每一边呢是有8张床。这里呢收费是1晚23新币。那是男跟女一起还是？男跟女的一起。呢个平啲啦，同埋我觉得有空间感多啲啊，有 locker 啦，可以晾衫啦，同埋个感觉咧好似学校啲宿舍啊，最重要可以识到多啲朋友嘛。 男同女哦，你揀啦。OK，我落去。好，唔該曬。我覺得呢度咧好有屋企 feel 喎，好 warm 啊！有啲人咧喺度睇下雜誌啦，食下嘢，飲下嘢，上網打機又有。不過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要睇下呢份博。我對啲咧免費嘅嘢特別敏感嘅。 咁咧，佢呢度每個禮拜咧就有唔同嘅團啦，帶你去睇下啲酒吧啊，帶你去食嘢啊，或者睇下啲文化古蹟咁樣啦。咁咧，不過就要咧夠人先可以做到團啊，所以咧我就要識翻多啲朋友，睇下有冇人咧有興趣join埋一齊玩先。呢間 hostel 開業以嚟都係成為獅城人最喜愛嘅 hostel 頭幾位，相信同佢嘅裝修設備冇關，而係因為呢一度嘅地點極近加東同吉蘭呢兩大。